我这些鸭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没集齐呢，我还有两杯才集齐，三杯。两杯已经超过半年了，证明你根本就没那么爱喝。那不是夏天还没到吗？我们再看《倚天屠龙记》。我最近疯狂的迷恋鸡汤饭。噔噔噔噔噔。最近那个《向往生活》第六季不是开了吗？我打算多更新几集再看。但是我发现我上一季都没看完。看我这个瘦子，他都褪色了，我都还没瘦。猪肚来一块。嗯，好烫好烫。当当当当当，我今天脸睡醒有点肿。你谁呀、啊、？Hello， 我吃饱了。我现在弄我的鼻贴，很久没有亲我的黑头了。黑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烦。我该不会一整天都是单眼皮吧？就有没有觉得一个眼睛差特别多？这是我。Hello， 你谁啊？Hello， 同志们，我现在准备下楼去超市买奶粉，因为我待会打算做吐司，然后我想做奶酥馅的，但是我家没有奶粉，所以我要下去买。但是我不知道买什么，应该普通就可以了吧？所以 ，Go！ 怎么没有看到奶粉呢？该不会没有卖奶粉吧？同志们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做奶酥了，我要做椰蓉。Hello， 同志们，我回来了。由于我没有买到奶粉，所以我打算做椰蓉。我刚灵机一动，买了奶片。我把它弄成粉，它就是奶粉了吧？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对。你这椰蓉黑黑的是什么东西？好了，我的椰蓉做好了。炼乳，淡奶油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加多少椰蓉，我就随心所欲哈，不要小气，卷起来，卷起来！哇，噔噔，一团做好了。然后我新买了一个吐司盒，当当。然后烤箱开那个发酵模式，然后给它发至。七分满，八分满吧，应该。噔噔，很完美，刚刚好发到这个程度，一个小时。噔噔噔噔噔噔。
呜，叮咚，很成功有没有？做什么？椰蓉。哇哦！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吼。那吐司，叮咚，很成功。但我的叶龙死去哪里？我加的超多的。对啊，很咸。我叶龙死去哪里了？有，你看叶龙在中间。成功！我刚刚洗完头，洗完澡。天哪，我真的感叹我刚才那个吐司做实在太成功了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夹子真的蛮好用的，有没有？嘿嘿，准备初恋，用的还是这个蓝妹的精粹水对焦。这个我是真的觉得超级好用，我已经用了有三瓶。但是它有点不好，就是你脸就是比较敏感的时候，你用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刺痛，所以就敏感的时候就不最好不要用这个。因为它里面好像是有加酒精还是怎样，但是你平时用超好用，真的。它怎么不对焦啊？对，最近皮肤很好用。然后接着呢，用的是这个我最近的新欢对焦怡莲的元气精华。这瓶我最近白天晚上都会用，已经被我用了一大半了。就我从四月份开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是作息不对，然后日夜颠倒，然后就搞得我整个人很粗糙。而且我这几年明显觉得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上年纪，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的脸好像有点垮，只要稍微一怎么样它就会有点泛红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感觉你作息一不对哦，你就很能明显从你脸上看出来。它这个呢质地很舒服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味道，涂起来也不会黏腻，尤其最近天气热，夏天到了，涂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黏黏的。怡莲主打是他们家玻尿酸护肤嘛，毕竟背靠福瑞达那个玻尿酸大厂已经说不想再说了。玻尿酸它这方面是一点都不小气的，尤其要说就他们家那个王牌硅烷化玻尿酸很牛，它那个保湿效果能力贼强，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修复肌肤屏障。就怎么说呢，就是如果你皮肤水分锁住了哦，它自然问题就会变少了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这瓶里面还添加了一个黄金玻尿酸，有很牛逼的抗氧化能力，就是吸附自由基。这个成分也是我这阵子用下来之后明显觉得我脸亮亮的有关系，就是有去黄提亮的效果，你明显能觉得就是你脸嫩嫩的。总的来说这瓶我觉得比较适合像我这个年纪，就是有点要抗初老，然后你作息还不太正常，然后你又熬夜那种。这瓶用下来之后我还是觉得就是蛮维稳的，就是你在你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直接用它，也不会刺激它。这瓶是不需要建立耐受的，就你不要看它感觉它瓶子长得不是很好看，有点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好用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涂眼霜，总用的还是雅诗兰黛的，我买了很多瓶，所以以至于我一直用不完。但他们说好像是眼霜涂完之后再涂面霜，是不是？我之前是涂完面霜之后最后涂眼霜，他们说好像先涂眼霜是吗？我也是搞不太清楚。我去年双十一不是买了瓶欧莱雅的那个紫熨斗吗？我拿来涂脖子，他们说涂去颈纹也有效果，但是我觉得我的颈纹已经没有救了，已经没有救了。我前阵子是真的觉得我脸上那个细纹就变多了，所以我最近就很勤的护肤。因为当我日夜颠倒的时候呢，你日常习惯去做的事情就不会想去做，比如护肤跟健身。我已经算了，我过两天去健身房吧，你们下期视频就可以看到我去健身房了，真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摆烂，还是全世界人都在摆烂。打起精神来啊同志们，我对我自己说。最后就是科颜氏的面霜对焦，夏天这个太厚了，哇！但是我最近皮肤真的超级好，就我一直以为这个不用管，没想到它也是会死掉的。它长出了一个新的，这个叫做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这个叫做吉利红，这个长得比较好，它没死掉。
其实这个木头的好像是不需要剪的，它自己会烧掉。听古早味歌，你们有听到外面下大暴雨的声音吗？早上好，我今天起了个大早，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这么早起来过，因为我今天要出门找我姐，我天哪，我待会要跟她出去吃个饭，然后顺便去买个东西，我太困了。今天又是下雨天，今天整个降温，超冷的，你敢信现在？你们敢信今天才19度？我在澳门呢，天哪，爽！我要在半小时之内把妆化完，因为我1:30要出门。我昨天晚上是跟我姐说我要去吃那个天好运，很久没有喝茶了，但是我想吃华兴。然后去买双鞋，不知道买不买到。对，然后你们要提醒我，我今天出门要去买电池，我一直忘记买电池。好了，我要化个妆，你们稍等我一下。嗨，我化完妆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出门了。我刚打车，然后付钱的时候我多付了一次，还好刚刚那司机把我叫住，然后他又转回来给我，不然我就亏了45块钱，一杯咖啡就没有了。然后现在等我姐，我本来是要来吃华兴的，我现在走到八一人去吃东北菜。老同志们，我又走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想吃华兴。其实我想吃鼎泰丰，所以我就刚刚给我姐打电话说，叫她再走过来吧，我们不去吃那个东北菜了。我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天秤座，有没有？我还等我姐走过来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鼎泰丰吧，小笼包炒饭。干嘛啊？我们找寻一下当年吃鼎泰丰的回忆，不是？纠结半天，我姐终于妥协要去吃华兴。想要让我姐吃她原本不想吃的东西，就是找一个她更不想吃的。没什么可以。人很懒吗？给我呀。两个车也冰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做啥？炒炒饭吧。你现在吃什么呀？有点没。肥肥，这个头上有。这头上还含啥？这样子它干嘛？这家店的单价比我家那附近的那家要贵20块钱，一份饭贵20块。这家店。贵20块，这家是在蛋仔的店，你们可以打车去，但是也没必要，因为打车也要40块钱，所以还是直接在那边吃了。我最爱的牛肉
麻烦。咖椰吐司加黄油了，这也超好吃。我每次路过那个，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魔鬼猪扒包也很好。我们这顿也是碳水配碳水，那你干嘛不去吃点饭吗？对吧？有没有道理？对吧？都是碳水。这家是澳门本土的一个咖啡品牌，然后分店有非常多。我们今天喝的就是刚刚开的那个咖啡豆，好喝的话我们就买几包回去。看得出来我今天贴的双眼皮贴吗？看不出啊。喝咖啡来咯。他们家这个豆子是水洗多，所以有点酸，还有点涩。两位同学买双鞋，速战速决。就是本人今年第一次购物，应该也是最后一次。要努力的让自己购物欲望下降。哈喽同志们，我回家了，我刚拿了个快递，现在拆快递。我的快递，买了咖啡豆，叫什么啊？全英文的，明明是中国人开的店，你干嘛全英文呢？很香，买回来豆子要先养十天，因为它是现炒的嘛。然后这个也是咖啡豆，这个是那家叫豆叔咖啡，我也是看小红书上面买的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喝，说是这个琥珀的还不错，也是深烘的，就是奶油巧克力的味道。噔噔，这是我花重金买的发膜。我真的觉得潘婷的这个深水炮弹超级无敌好用，之前头发不是褪色褪了两次，然后染又染了两次吗？这个是你连续用了三次五次之后，你会明显觉得你头发变超级顺。我真的不能没有它，可是它我觉得它有点贵。这是我买的一个窗帘，好啦，拆完了。哈喽同志们，我刚卸完妆，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剪色频了。我说我今天太早起来了，搞得我现在有点累。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因为只要我有一天早起，我今天就会早睡，然后今天早睡第二天又会早起，然后第二天又会早睡，然后以此来个循环，我作息慢慢就好了。但愿吧，但愿吧，如果今天早睡的话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拜拜。 Hello 又是我，我刚才剪视频剪到一半，我突然发现我忘记买电池了。